第二个麦瓜实验，我们用钥匙三公斤的力一袋滑，不会有任何反应，不会刮花。耐污产品正式面世，市面上一般油笔写上去是用纸巾擦得掉，而且我们这一款是超强耐污，用纸巾都可以轻轻擦掉，而且这是一款丁酮，是非常超强的溶剂。有时候我们家里脏了，沾了很难除的油污，有一些强腐蚀性的东西，不受影响。